庄严佛号声中，消防队员代表供花献香汤，敬捧大火失去六名打火弟兄。今年的浴佛，他们的心情格外沉重。那我们希望这个祈福里面能够给他一点，给我们这些英雄们得到更平静、更宽心。危险的工作的话，家属在家都很担心，所以我们希望各项勤务能够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希望我们警消执勤能够平安顺利。坐在轮椅上的张素琴是在女儿的陪伴下回到中坜园区，过去身体健康时常来做环保，祈求佛陀保佑，女儿也借此机会表达孝心。妈妈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教我吃这么大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除了浴佛，园区内摆设六个关卡，让子女奉茶进孝道，也介绍环保爱地球。新月吉祥月的时候，我的菩提叶就变成苹果叶，对，随时可以更换。圆光佛学院同学特地来见习，感受到的不只是浴佛的庄严，还有惜福爱众生的精神。大爱新闻侦探美智工桃园综合报道。